Can we give the kids all a big round of applause?今年六岁，今天我会为大家介绍我的梦想工作，成为一名女老板，开一家动物园。第一，为什么我想成为一名女老板？因为我很喜欢动物，我想经营哪些动物，比如说鱼类、鸟类、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。我将经营一个多样化的动物园，展示不同种类的动物。我有可能提供丰富的体验。 如何成为一名女老板？我会学习商业管理和动物学相关的课程。我的工资包括电脑、建立管理动物园的运营和记录、施展营销材料、用于推广动物园并吸引游客、财务软件、用于向游客传单。 用于管理动物园的预算和资金，财务软件用于向顾客传达动物保护的重要性，教育资源用于向顾客传达动物保护的重要性。我会在哪里开始我的动物园？我会在中国大陆开始我的动物园，因为这一这可是一个美丽的地方，谁会支持我？我的家人会支持我，我会努力实现我的梦想。谢谢大家。 Thank you so much, Alita. We wish you all the best and make your dreams come true. Well done.